秋天后戴子颖丸子头配上亮色发带，为了利落打球还剃掉耳朵两侧头发，球场上干净整齐的印象深植人心。羽球好手李阳在社群上分享自己和戴子颖的合照，写下今天一早坐车到机场和阿戴畅聊，发现好多好多经历和话题可以被理解，真的好棒。画面中戴子颖露出甜美笑容，不同球场造型，头发放下来也多了点甜美。Action！ 过去小戴就曾代言高雄券，长发绑上辫子，刘海梳成妹妹头。戴子颖球技多变，私下风格也很多元，穿起来很漂亮，然后在球场上很帅。就跟他平常比赛的反差蛮大的啦。嗯，差在哪里？差在就是他平常在球场那种霸气啊，他现在就变得很淑女。七号一大早，桃园机场大厅聚集满满人潮，巴黎奥运射箭羽球涉及代表队教练和选手上午凯旋归国，就有不少粉丝带着布条和应援小物，半夜就来卡位。小戴在巴黎奥运的最后一舞赛后落泪离场，让全台球迷都很舍不得。从小戴飞抵国门这一刻，尖叫声没停过，因为我们的奥运英雄回来了。